发发的硬上去一点啊，收起来，再给高点儿，没事。就大概是这样的切的这个，但是前提是啊，所有的向下的球一定是你要在这个上面，甚至是差不多，你才可以往下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如果是到这儿或者这儿，你怎么技术好也切不了，是不是这个原理大家都知道吧？地球点。所以一定是第一步抢到那个高点，对不对？ 对不对？一定要这样切一下，手腕抖一下就行了，对吧？这个就可能就是靠手指和手腕的力量，但小臂是肯定不需要。就是您在判断那个对方发短的时候，您有什么方法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判断对方一发没过这个线，没过这个线，这是感觉，这是练。就像我们步伐，我差不多，比如说2到3步到这的时候，那有感觉嘛？打那么多年球，就像你开车，你。抖音。